碎梦，擅长近身作战，以长刀为武器，招式风流，一意求快，一刀命中，一刀又至，往复无穷，取人性命于电光火石之间。血河，擅长近身作战，以长枪为武器，刺挑扫配合，出招变化无穷，所谓骁勇堪贯九州之徒，一枪可当百万雄师。神象，擅长远程作战，以七弦琴为武器，弹指间是琴声悠扬，已是杀机暗藏，此生阴阳存乎一念。铁衣，擅长近身作战，以铁拳套为武器，足坚不摧，攻守兼备，大丈夫不怒则已，一怒则群雄聚，天下惊。九灵，擅长远程作战，以魂灯为武器，心起念动，可驱策要人上阵杀敌，而自己兵不血刃。素问，擅长远程治疗，以绸带为武器，以柔克刚，出招时彩蝶环绕，草木回春，重伤之人亦可痊愈如初。龙吟，擅长近身作战，运气为剑，重剑以力取胜，长剑以快著称，剑招先行，剑以后至，一念之间变幻无穷。本有机会，可错了两招，是不是心有他念？我昨夜又梦见了那个晚上。唉，十年了，当年之事也是时候告诉你了。不过需等你办完眼下这件要事。啊，真的？但凭师父吩咐，祭祖大典就要举行了，把这封信送去汴京，交给你诸葛师叔。啊，我可以下山了，太好了。雪清、问舟他们都写好了，就差你了。师父放心，徒儿一定不辱使命。
四大名捕中，只有追命师兄胜在京中，可他居然跑到这里来喝酒。里面请。哎呦！哎呀！大爷您来了，里边赶紧招呼着。公子。啊。哎呀，公子怎么干站着呢？快，里边请。喜欢可爱活泼型，爽朗大活泼型，天下最好。我，那个，我来找人。找人呀？来这儿的哪个不是来找人的？咱这崔三爷，他刚来不久，不过我可不知道他在哪。大宋朝的才子佳人，六分都在那甜水巷。最适合赏花。哇，好多人呐！不知道梁妈妈在哪儿？啊，那边好像很热闹，我去看看。啊切！啊，好浓的脂粉香气，熏得人头晕。这位公子，可是有什么不适？那个，这儿有一贴驱风上青伞。好像清风拂过，头不那么晕了。多谢姑娘。不用客气。对了，百合。不好吧，明姑娘，我能帮你。嗯，如果公子遇到百合，没问题，举手。多谢公子。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可在这甜水巷，今日你亲亲我我，明日他我亲亲，我啥没见识。不了，他呀，刚领着诗诗。哎，下面好像发生了什么。怎么了？都闪开点儿，带走。我等什么？快走。怎么了这是？高公子啊，求求你。我又不会亏待你，哭个什么劲儿？老子的义父是当今圣上的红人，知道吗？老子赎了你，是你的造化。老爷，放过我吧！住手！你们这群大男人，竟然欺负一个弱女子！嘿，哪儿来的毛孩子？你知道老子是？哼，高太尉的义子又如何？
哎呦，公子，有什么不敢惹？我，道理。自从认了我义父，还没谁敢和我提这两个字。哼，师父教我的武功可不是花把式。给这小子一点颜色。哎呦，我说小祖宗，你还真会给我惹事儿。没想到你这小子还真能打，没想到你这小子还有点能打。别干站着，快来帮忙！别干站着，快来帮忙！哎呦，我也是不得已啊，得罪得罪啊！快给我打！别让这小子往前！你敢打我就捉大不小，进行一种试探翻涌之战。老子来会会你。砍刀。更有力量了。你敢碰我？哎呦，哎，高公子，哼，去！你我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下山之前，怎么没声啊？我听闻高俅高大人此刻正在主持龙舟征标，谁？皇上就在金明池畔观礼。这甜水巷就在御街之侧，流言蜚语传起来可快得很，到时候坏了高大人的名声是小，万一触怒了龙颜。少爷，老爷现在确实在金明池。哼，算你们走运，咱们走。老大圣还不起来？对不起少爷，我今天肚子疼。哭哭哭还哭！你们给我站住！公子，算了。算了。硬碰硬的话，没人能斗得过。什么？是啊，百合他娘是我的病人，我也是才知道，百合为了母亲的，我本想周济她，只是这孩子性子倔强。哼。这个什么高衙内，是啊，这人幸好林姑娘消息灵通，知道皇上高太尉近日虽然在训练军。原来如此。林姑娘你别急，我有一位师兄，他的武功可高了，喷酒术和追踪术。你认识追啊？不，一个人铁手。原来你认识铁手师兄啊，听说师兄一手硬功夫。你怎么了？刚刚教训那些家伙。我看看，好精致的护腕。不客气。小祖宗哎！哼，追命啊！哎，诗诗的事还没完，又不知从哪儿招惹来这么一个毛头小子，甜水巷真是流年不。小祖宗哎，哼，追命啊！哎，
诗诗的事还没完，又……前面就是远代坊了。追命师兄，